啊，我爸从刚开始啊，他真的很讨厌很讨厌猫，因为其实我家以前就是我妈一直很想要开那个类似动物园或农场之类的，然后他就养过很多很多宠物，然后他以前就是养过一整层的鸡，然后外面的野猫就都还把他的鸡叼走，所以我爸就超讨厌猫，是，然后我偏偏就爱跟他作对，我就最喜欢猫。了解，所以爱猫如果心如也献给了他的父亲哦，相当的可爱。对，里面就记载很多我跟我的两只猫的相处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些小小工具书教大家如何养猫。OK， 好，喜欢心如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哈，在宠物展我们尖端的摊位在斜对角，远远的斜对角啊，这一区门口那里来购买我们的爱猫如我，我们心如的书好吗？